收废品收破烂了，收废品收破烂了，收废品收破烂了。哎，收废品的。啊，我家有纸箱卖给你。在哪儿？在这边。行，走。你身上那么脏，等一下给我家弄脏了。你在这等着吧。来，称吧。呀，我忘记拿秤了，我秤在车里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一斤多少钱？八毛钱一斤。你这秤准不准呢？放心吧，都是老实人做生意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把秤拿一下，我来安对一下。好好好，赶紧称，赶紧称。高高的，6块钱。好，行，你走吧。喂，小胖啊，啊，借钱呢？行，等一下我回家给你取啊。哎，对了，千万不能让你嫂子知道啊。好。这死瘸子，我裤子弄脏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死瘸子，你是不是瞎呀？啊，看不着不长眼睛啊！下次我看见你一次，我们打你一次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？我去做饭去，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好。
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怎么啦？床底下有个盒子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啦，收废品的来我一起给卖了。啊，卖了？对呀、啊。对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趁收废品的不注意，我往里头都放了一块砖头，至少可以多卖2块钱。什么？那个盒子里面我放了2000块钱？什么？你居然敢背着我偷藏私房钱？哎呀，先别说了，赶紧找那个收废品的吧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大姐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纸盒子？有，里面还有2000块钱。你数一下，我一分也没动。这200你拿着。不用，不是我的钱，我不要。还有这个砖头也是你们的吧？还给你。我虽然穷，但是我有良心，不会像你们这样胡闹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。守住道德和良心的底线，社会才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快手谢宝月，传递正能量，从我做起。